开始。今天与会长官嘉宾非常的多，我们首先向您掌声欢迎。当然，第一位介绍是我们总统蔡英文蔡总统，热烈掌声欢迎总统，谢谢总统莅临与会。桃园市长郑文灿郑市长，我们在六都市政满意度第一名的郑文灿郑市长，信东生技科长期董事长，海峡交流基金会田宏茂董事长，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林国峰理事长，秦家宏国策顾问，桃园企业联盟会理事长陈瑞聪理事长，副理事长赖文祥副理事长，世外桃源公益基金会董事麦宽成董事，桃园企业联合会理事郭雅慧理事，杨文庆执行长，副理事长黄胜南副理事长，也是我们新任的理事长当选人。监事召集人简瑞章，简监事召集人。长庚医疗团队长庚决策委员主任委员陈文俊，陈主任委员。桃园市副市长王明德，王副市长。郑运鹏委员。鹏城集团李鸿生董事长。华夏兆麟董事长。姚文智委员。桃园县联合会常务监事叶君耀董事长。理事吴新杰理事。理事卓元玉理事，世外桃源公益基金会董事吕雅慧吕董事，柯林贤董事，邱德成董事，王彦宏董事，财团法人台南市义载会会长侯国民会长，行政院云嘉南办公室副执行长戴明宏赖副执行长，磐石会、香港商会、股权协会。还有现场许多的长官嘉宾，谢谢您的莅临。那首先我们邀请两个主席，第一届理事长陈瑞聪理事长，请上台致辞，来欢迎，是欢迎词。蔡董事长，郑市长，啊，各位与会的贵宾，各位长官，大家午安。首先，我代表桃园企业联合会，感谢各位贵宾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桃园会的这个周年庆年度大会。那我们桃园会是在去年的9月24号成立的，那到今天我们刚好是1周年。那我们在这一年内，我们承蒙我们郑市长努力的支持，还有我们几位会员的支持，让我们的会务蒸蒸日上。那在这一年中，我们办过相当多的座谈，还有我们办过高峰论坛，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心理同仁的努力之下，我想我们为我们的会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桥梁。那我们也在郑市长的支持之下，我们经常的跟我们公务部门办各种论坛，那也在这个情况之下，让我们的会员跟公务部门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顺畅的沟通的管道。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努力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桃园企业联合会的会员从成立的时候是88位会员，那我们今天又有相当多的会员在会员大会的这个认可之下加入我们的新的会员以后，总共有111位。好，那我很荣幸的担任我们的创会会员。好，那我们的会员涵盖各项的产业，包括电子资讯产业、物流产业、医疗产业，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建设建筑，都是我们会员涵盖的范围。那在会员的努力之下，我们为我们桃园的经济发展，我想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出一份我们的贡献。那在这个同时，我相信我们
的会务，我们的这个会员人数也会一直持续的来成长。那我们希望借着我们桃园会的努力，对我们桃园的乡土能够做出一份贡献。好，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我谢谢各位的支持。那也敬祝各位贵宾，还有我们的会员同朋友们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利。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理事长。以上是由我接下来进行理事长交接，有请我们新任理事长新兴电子总经理黄胜郎黄理事长请上台，也请我们的监交人监事长简瑞章简监事长请上台就监交人位置。先颁发当选证书，再交接印信。来，有请监事长，请在两位的中间，略后方一步。中间，是，来，颁当选证书。来，由监交人。我们恭喜黄胜郎理事长当选第二届桃园企业联合会的会长，印信交接。来，现场，我们请以掌声来支持，就像我们支持我们第一届理事长一样，继续支持我们第二届理事长。好，我们有请来我们理事长请回座，监事长也请回座。那接下来是友会赠礼，由桃园市工业会严龙才理事长赠礼桃园企业联合会，由新任理事长黄胜郎黄理事长代表受礼，有请严龙才理事长请上台。接着是义载会侯国民会长赠礼桃园企业联合会，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义载会，谢谢侯会长。好，侯会长请回座，谢谢。来，接着我们邀请我们新任理事长黄胜郎理事长致辞，同时也表达对各位的感谢。来，有请理事长。支持桃园市
支持郑文灿市长共同来建设桃园，我们要把桃园打造成我们的产业的投资还有经营绩效最好的城市，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努力。再来，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珍惜我们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把所有上市上柜公司大家聚在一起，经验交流，我们能够传承我们的分享，一起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继续壮大，能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经济呢尽一份的绵薄之力。我在这边呢我要谢谢我们所有的我们桃园会的会员，我更要感谢我们的长官们给我们的鼓励支持。我最后呢我希望我们的会呢能够更加的茁壮，能够呢继续为国家为经济呢打拼，能够创造我们下一个奇迹。在这边我最后呢要谢谢我们的本会的杨文庆执行长还有两位副执行长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今天我们不可能把大会办得那么圆满成功。我在这边最后呢要祝福大家生意兴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谢谢，谢谢。以上是刘部。刚刚我们有来自工业会及我们印彩会的赠礼，我们这边也准备了回礼哦。有请我们工业会的严龙财理事长请上台，我们桃园企业会特别准备了回礼。好，也请我们印彩会的侯理事长，我们请预备。有请印彩会侯国民会长请上台。好，谢谢。来，有请会长市长请就坐。接着我们欢迎桃园市长郑文灿郑市长上台致辞，来掌声欢迎郑市长带领我们桃园经济起飞，而且我们的人口成长率是全国第一的，来掌声欢迎郑文灿郑市长乐活宜居大桃园。带领台湾转型进步的蔡总统，桃园企业联合会成立一年有成辛苦的陈瑞聪会长，我们新接任的黄胜南会长，好，各位企业界的先进，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市长好。包括义展会、港都会、磐石会，那我们桃园哦，有这个桃园企业联合会，那我想都是跟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希望建立起一个最好的沟通桥梁，那也能够推动整个城市的进步。那桃园哦是目前全台湾成长最快的地方，那从我当选市长到现在，人口成长了115,000人，那出生率也是全国第一，那也是年轻人指标最高的地方，高科技成分最高的地方，那一年的工业产值3兆，那么竹科才1.2兆，那么所以桃园不只是区位交通良好，那么高素质的人力加上这个完整的产业供应链，所以未来桃园一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那特别谢谢蔡总统，那么有3个重要计划，那么对桃园的发展很重要。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亚洲新五计划，因为 ICT 产业都在桃园，刚才我们第一届会长陈瑞聪总经理他们的人保电子是我们笔记型电脑最重要的生产者之一，包括像戴尔、像 HP 都是由他们来代工，甚至包括 Acer、包括联想，那所以我想他们最了解那么电子产业未来的方向。那新接任的会长黄胜南会长，他们的新兴电子现在是最夯的，因为 iPhone 8上市了，iPhone 有70%的板子是由他们来制作，
所以他们的这个压力也很大，但是呢表现也很好。我相信哦，这个新的这个新兴电子跟我们的桃园会应该会跟 iPhone 8一样表现出色，我们给他掌声鼓一下。那当然，这个最终来讲是导向，希望能够创新，能够成长，能够促进所得的分配，也能够带给年轻人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这个是我们的总目标，希望能够导向智慧城市的设计。那所以包括航空城计划，包括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那么这三个重要计划未来是桃园发展的三支箭，亚洲矽谷、桃园航空城跟前瞻基础建设三支箭会让桃园变得不一样。这个双北以外，桃园会变成是首选，大家放心。这个当然我们现在赢过台北不可能，但是我们要创造特色。那这个不止市长要当五星级，我们的企业公民也是五星级的，对不对？那当然企业成长会遇到问题哦。这个长庚医院新的决策委员会主委陈文俊在这边，这个作为国内最大的医疗集团，那长庚遇到了困难，那我相信以这么大的这个集团的智慧，一定有能力解决问题，能够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同时也符合国家法令的要求。这个借着机会，我们给长庚鼓励一下。那但是我们在创新的过程其实很辛苦。那总统曾经问我过，他说这么多的企业投资桃园，那我们桃园市政府跟经济部，我们是联合招商。那举一个例子哦，风力发电第一个通过环评，第一个得到筹设许可就是桃园。这个达德集团已经这个在风力发电的领域呢，那么已经得到筹设许可，即将进入实质开发的阶段。那我听他们说，在渔权的补偿、生态的保护跟居民沟通要努力，那事实上他们做得很缜密。那我们桃园其实也是受益者，因为我们的企业联合会的副理事长世纪钢铁赖文强，他是目前所有风力发电这个重建基座最大的供应商，一口气在台北港买下了这个大概有5万坪的土地，那作为重建码头，那将来可以运送到桃园中部的外海。那其他的机电厂商也是受益者。那当然亚洲矽谷计划也是一样，我们的虎头山创新基地、青浦的这个创新人才研发中心等等，将来我们 ICT 产业获得很大的支持。那桃园航空城计划得到的产业用地也会优先给我们，包括物流、航太维修、仓储、生医、云端这几个产业。所以我相信桃园不只是隐形的冠军很多，桃园是真的冠军很多，大家有没有信心？当然有时候遇到乱流了，有时候遇到困难，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想这个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之后，那么他展现了一个天气民意这个即知即行的作风，我相信大家看得到。那么林权院长规划的一些基本架构，那么他在这个基础之上迅速的去回应民意的需求，我相信他的民调会越来越好，大家有没有信心？那蔡总统所领导的这些正确的方向，遇到困难我们去面对，这个是我们坦白讲，这不是总统一个人的事啦，这个是要中央跟地方团队一起努力。今天桃园招商成果比较好，那也是要中央政府来帮忙。我们重大的投资，包括外资的，也是桃园当首选，这是事实。那我们的年轻人口找得到比较好的工作机会，这也是事实。但是三支箭一定会让桃园不一样。那希望桃园企业联会继续努力。那当然我也认为说一个国家需要多方面的这个共同承担责任。因为我看那个今天
媒体有在问我说这个特赦阿扁总统的问题啊，我在想扁案发生十年终究要走入历史，台湾才能够往前走。那民进党内部不要为这事情去吵架，但是呢，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压力集中给蔡总统一个人身上，这样也是不对的。这毕竟这个是历史造成的问题，蔡总统承担的是国家未来的责任，大家说对不对？对。那当然要给。我走进来的时候问我说：“这个给总统一个人决定，这个大家是尝试在看这个看法。”因为特赦法要改的话，立法院决定，这仍然有一个修法程序啦。坦白讲，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更需要社会取得共识，能够放下过去的包袱、过去的历史。那当然，这个毕竟这不是一个政党的事务啦。那我们台湾应该展现一个解决问题的这样的能力。那希望我们的蔡总统他更大的责任，帮人民、帮企业、帮国家，破坏台湾的未来。希望我们大家也给总统最大的支持，好不好？好，好，那谢谢大家。希望未来的一年我们这个新政府的三支箭在桃园能够我们携手合作，让桃园企业联合会成为桃园进步力量的火车头。谢谢。谢谢郑文灿市长。同样的，因为亚洲戏骨计划在桃园，所以我们郑文灿市长承担更大的责任。七月份就带领了我们团队到美西戏骨去考察、去做交流、去参访，也有一些合作的默契哦。接下来，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总统蔡英文蔡总统上台致辞，掌声欢迎蔡总统。我们桃园市大家长郑市长，我们桃园会的陈理事长跟我们新任的黄理事长，还有我们在座不只是桃园，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企业家，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们最近好几个不同的县市调查出炉，调查的单位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个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桃园市的排名都是名列前茅。那我相信这是对郑文灿市长还有整个桃园团队的努力，这是一个很好的努力。那么现在机场捷运已经通车，城市的交通更便利了，不管是在生活品质、友善居住的每一个都市发展的面向上，桃园的进步的速度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好的地方治理可以让城市发展走向正面的循环，当桃园成为一个好生活、好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优秀的人才就会聚集在这里，和原来的产业结构重新再一次的结合，让桃园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产业重镇。那么各位都是桃园在地重要的企业，大家也都跟我一样看好桃园未来的发展，希望各位可以透过桃园会这样的机制，跟所有在地的企业加强合作互补，大家把力量结合起来，一起成为台湾产业转型跟发展的重镇。那么对政府来说，执政的一开始就是要立定方向，推动改革，为国家的发展打下一个正确的基础。接下来的执政团队的重心就是要全力执行，兼努力建设，心力推动经济的发展。那么不久之前，这一年做的宣布，那么这是一个经过审慎讨论跟评估之后的一个决定，那就是我们决定高危军工教育加薪3%。那么这个决定除了要鼓舞公教军工教人员的士气之外，政府带头加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么就是我们希望在台湾景气回温、未来经济提升看好的情况下，民间企业能够来一起响应，一起帮员工来加薪。这么一来，民间消费会更活泼，
经济情势也会更加的繁荣。我也很高兴在政府宣布这样的政策之后，很多的工商团体都承诺明年要跟着我们的脚步为员工加薪。那么今天也在场的工商协进会的李峰峰理事长就说他们公司要调幅的5%，企业家都是台湾规模很大、竞争力很好的企业领袖，相信由大家带头做起，这个经济的正面的效果一定会很好。最后，我要再一次谢谢郑市长跟桃园会的邀请，让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相聚，也期待还有很多还是很年轻的桃园会，能够在过去陈理事长打下的基础之上，由新任的黄董事长带领，能够会晤昌隆，展现合作无间的活力，跟政府一起来振兴台湾的经济。谢谢，谢谢大家。到朋友手边预备。有请经济的律师在旁边走过去。不好意思，我们再问一下会长。赖慈俊副院长，冯思聪副院长，吴俊德副院长。来，我们长庚的医疗团队哦，第一次开幕早，请先出列，谢谢。来，我们请向右转。好，来。不好意思哦。好，来，再一张。好，谢谢。来，请向右转。蒋小新执行董事，蒋文峰董事长，陈国才协理，林文哲董事长，赖广田董事长，肖慧文董事长，谢仁江理事长，李明元理事长，张吉祥主任。好，现在第四梯次的长官嘉宾，请先不要移动脚步。好，再一张。好，谢谢，谢谢，我们掌声，谢谢总统，同时恭送蔡英文总统。来，长官嘉宾请起立，我们掌声恭送总统。
廖瑞祥董事长、郭良慧副董事长、黄秀良理事长、陈瑞忠理事长、杨文庆执行长，谢谢。好，我们有请场外嘉宾，请入座。咱进来的红大顶董事长，哦，咱都有咱的创会会长、黄会长，还有新的陈会长。一位贵宾，谢谢你，大家好，大家晚安。今天来啦，哦，是咱桃园，咱桃园企业联合会，哦，也搞奖的典礼，哦，他嘛是咱这个世外桃源基金会成立大会，兄弟很荣幸啊，哦，当然是那些这些大的话嘛，大家。工商协进会协议的地方，我全力以赴配合，谢谢各位。